呼，有喽！哇哦！加油，蓝翔！那在影片开始前呢，还没订阅的记得按订阅，打开小铃铛，这样才可以知道什么时候我上新片跟什么时候直播哦。化学有没有学到 K 粉成分怎么调 ？K 粉跟成分哪有关系 ？K 粉讲的是纯度呢。这一把是角田的篮板王，感觉配藤真是可以。这篮板王有点太难，是不是用阿嬷流啊？我觉得角田用阿嬷流先解掉、欸，我先解掉阿嬷流好了。这感觉要用阿嬷了，这个角田解不掉的，要赢就必须。这个任务看起来是要拉下脸皮了，没有办法了，我们先 搞定掉这两个任务。这任务几时接的？昨天啊。哎，我都被捡走了。哎，超可爱！哇，飘错边了，反正球挡得到了。咦呦喂！好慢哦！你又进了，运气不错。呜呼，有喽！哇哦！蓝翔，这扣起来嘞！可以啊，可以啊，阿嬷已经好玩了，这把是阿嬷的，有赢就可以了。看到是怎样，就是被他捞走。咦、嗯。
你看到。撞撞人。无情角田，啊！面向没怪招，不妙不妙不妙，我能的余秀思你哇，他那个很糟糕的招。Gotcha, bitch！ 哎，一个飞行超人。哎，傻小啦。Me too 跟直播主要有关系 ，Me too 不是跟艺人比较有关系啊。因为这种东西一定会连环爆的。呼呼，快到喽！好诶，那为什么不在当下就爆出来？每个都说了很久啊，好不容易找到比较对的风向啊，你直接爆可能没办法掀起那么大的舆论，对自己也不会有太大的帮助了。张一波很正常。小顶小顶，要爆总要对自己有点益处的吧。加油南翔，有咯，应该赢了吧，没有浪费到这把阿嬷局。有咯，连二拉二，连续两个任务。卡爆料的敏哥事件那场，花主播新的 LINE 贴图正式，花主播第二组贴图已经开始贩售了，大家还不赶紧去购买？16种新的好用又好看的贴图，你真的不考虑一下吗？详情请搜寻 CECOMBIER。